小星星旁边就说：“小星星，你不要哭，你不要难过啊。”然后就在这个时候啊，小星星的妈妈就突然从森林里面咻跑出来了，冲出来就说：“抱抱啊！”然后小星星听到妈妈的声音，就转头一看，妈咪，妈妈，然后就跑啊跑啊，往妈妈身上跑。然后妈妈也往小星星那边跑，然后两个人就一起抱抱，妈妈就小星星的妈妈就把波波抱起来了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小星星就说：“妈妈，抱抱。”对呀、啊，然后后来小星星为了谢谢大象妈妈，刚刚在陪他，那就抱抱大象妈妈，对不对？后来大家就很开心的一起抱抱，给大家。大家给每个人都有一个温暖的 hug， 对不对？嗯。